我已经有快一个多月了吧，没有去我嫂子那边了。我小侄儿前天给我打电话说想我了哈，我现在打算过去呢，就看一下我小侄子小侄女。今天也是周末嘛，我就去看一下他们啊。我现在刚收拾好，我现在就打算过去了。来我小侄子这边练跆拳道的地方，我刚刚去他家，家里没人哈。我跟我嫂子打电话说，我嫂子说我小侄儿在这练跆拳道的哈，每天都要练的。我去看一下，我小侄女也在这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看一下小朋友在那边练跆拳道呢。那我看见我小侄女了，在这玩了呢。他给爷爷打电话不？你叫小苹果？我叫小米果。小米果？谁给你起的小米果呀？啊，不叫小兔女儿了。真乖。回家呀，你刘成杰，你是回家呀，你还是去那去那儿？你是去那儿给那爷爷开视频吧？钥匙丢了哈，小侄儿拿着钥匙弄丢了，再给这儿找一下。这是他们排练的地方，就是练舞蹈的哈。真的没有啊，钥匙真的没有啊。找不到了，丢了，没有了，妮儿啊，